上完厕所记得洗手啊。我又没尿着，真是的，不用。来把多兰戒。还有7分钟开讲啊。行吧，那我去洗澡。要尿一手不用洗手，其实我觉得谢谢123，还有6分钟开奖啊，一个办卡就能参与我们抽奖了。现在只有12个人参与了我们的抽奖，打一把皎月，皎月攒攒怒，乐于不 A 兵他就没有怒。水晶瓶啊，他补了几个刀，他补了一个兵，我们最好别让他 Q 兵再加 Q 人。这我们家努努啊 AQ 这兵补的确实是有点问题。点燃 W 平 A 红怒 Q， 哦，闪现闪的有点快，来呀、啊、努努，闪现 Q， 来是，哇努努反复横跳来了2波，走位，还好，来救一下，走，不救了，溜了。他闪现一没一着，我让我走位躲了，回家了。谢谢一天一只猪。我没有血，等会儿啊，让剑魔过去，啊，让剑魔过去，我就不去了。没事，这剑魔应该死不了。我的车啊，出来了，谢谢安远姑娘10张办卡，谢谢安远姑娘。谁打杂呀？双 E 平 A W A 接红怒 Q 再 A 不打了，再打要死，嗯，红怒 Q 回血，别急啊，这边让他先打我们。这家伙我有皮孩，你有吗？嗯，你这车开的怎么样，兄弟？哎，这里有针眼儿，你猜。先红怒晕一下，一走接个 Q， 完了我被害死了，哎，
这波其实不应该打，真的，我没有多少血。这我不亏兵了吗？上当了。本来我压着皎月压挺好的，那蜘蛛跑来一波，挺烦人，真挺烦人。兄弟，你咋那么不怕死呢？哎，你是觉得因为什么你可以这么点血站在塔下啊？为什么呢？这波我想直接杀他，点炎打爆牛破盾 A Q A E 走开大，为啥开大？怕死啊！蜘蛛红刷了，这波开大没啥毛病啊，这不怕死吗？等个三秒E啊！红怒抠回血，哎，这蜘蛛是真烦人。嗯，我先出影魔刀这把。谢谢诺西的办卡。我发现我不去野区找他吧，他就没完没了，没完没了。我可能得也去野区找找他了，这小子。5-1了是吧？真的是来我中路不下5波，就一直往这儿跑。哎呀我操，你说没别地方去呀大哥呀，你还能玩了不你？我来个水银海，算了，小影魔刀差不多了，水银海应该用不上，出这个吧，出可血战斧，来点血量装备。在打小龙呢，哎，没在打小龙，去下路越塔了。谁死了？润女儿死没死？润女儿没死啊？你是真过分啊！不行，追不上了，跑得太快了，他是他妈的二速还
这也打不死啊。这个蜘蛛80%是去上路了啊，去中路了，杀银鼠。我都不明白谁给你的勇气出的杀银鼠，跟我来努努，咱俩必须联动一波了啊！打吧，意识还挺好。意识不错呀。这波他100%还在我中路啊。看见人没？看见了吧，不交技能啊，来，我影魔刀给谁出的呀？跑得太快了，二速还，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出啊！走，不打了，这上哪打去呀、啊，兄弟呀、啊，这不白给杀银书吗？能打不有啊？能打个屁呢？后边皎月来了，那不给皎月收人头了吗？还能打呢？看你像能打，先来个水银还。自己瞎逼上，完事还赖队友卖，你这不精神病吗？这波蜘蛛红 buff 我来一趟。往下走一波吧，可以。哟，吹波扣，可以杀。A 接 W，A 可写战斧接 Q， 平 A 一死。这不是一波复仇，有点让我难受啊。怎么好像打不过呢？走走走走走，算了算了算了，给我个面子好吧？这个蓝 buff 谁也别动了啊，红 buff 啊，给我个面子啊，算了。
怎么把金身给摁了呢？我想插眼来着，摁错了。快跑！啊，快跑！又一波双杀，别给他送杀银书。他跑得快，我追不上的话，我会被他封这儿呢。跟我团啊！剑魔的装备出的就不对，你知道吧？那你俩到底打不打呀？这女儿怎么半天不打了呢？又？打团战速度团，别给抓了！这蜘蛛杀人书一会儿起飞了，别给抓了！赶紧打团战！这家伙，刚拿完人头就送中路团呢？开塔来，不行的，哎，完了，25层了，真他妈的！有些时候吧，这别人厉害，你管不住他送，你知道吧？他老往上送。再来一波中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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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，再来中，没事，再来中可以打。来来来来来来，直接打他。往上冲来，这没有人杀的蜘蛛那个，后边蜘蛛他得起飞，可以建模，漂亮建模，这蜘蛛今天必须杀的，漂亮，一波5换2啊，可以接受，打我还是好痛啊！哎，他装备太好了，杀15个，他一直来我中，他不让我杀那皎月，完事吧，那队友还死的多，他杀了15个。就这他们家阵容都难打，我跟你们说，我这大影魔刀没出来呢，等我大影魔刀出来的，我进人群里边就是战神，咪一只战神，
不要一个人走，你往后退，你咋那么不怕死呢？我纳了个闷儿了，就给我追来。下当了，来中路团就一直团，让那蜘蛛找不着机会，他也就偷偷人了。你别着急，努努，左边有人呢。小龙，大龙嘛，大龙找机会。不行，必须得逼对面打团。现在我咳血战斧，你们杀我。我晕，你有虚区吗？全死了吧，还剩个阿卡丽，推吧。把我还是好疼啊。大龙，哎呀，能打，来吧，能打，我们家伤害够。嗯，我们家伤害够，来吧。有卡莎，有努努，这大龙随便打。打完走吧，啊！打完走吧，打完走，可以走，可以走，我没有多少血。别给蜘蛛又送起来了，拉倒吧，这火蓝。算了，大哥，算了算了，给我一个面子行不行？给我个面子啊！别打了，我来个振奋。下路团，下路团，下路团，很明显这日女要过来踩放眼儿啊。往里冲来，别怕，往里冲。哎呀，你干克我，干克我，小黄毛一波，直接一波，我看你这伤害够不够杀我的，还他妈出杀人书。哇，对面四个暗夜收割者，这杀人书给你出的。没有人能在我面前出得了杀人书。